四级成绩什么时候出？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即 CET 四，是由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主持的全国性英语考试。考试的主要对象是根据教育大纲修完大学英语四级的在校专科生、本科生或研究生。考试日期通常情况下为每年六月份、十二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六。根据往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公布时间间隔，一般成绩会在考试结束后的六十六天左右公布。如2019年考试时间为六月十五日，查询成绩的时间则是八月二十一日。英语四级的成绩查询方式有网上免费查分和收短信查分两种方式。全国英语四六级规定，英语四级成绩达到四百二十五分以上（含四百二十五分者）可以报英语六级，一般认为英语四级的及格线是425分。